白嘉琪同居汪建明，有想过王建富的心情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很神奇的一股力量，就是当我五四三二的时候，我是疯狂的爱他。可是下戏后。王建富拍拍，毕竟你跟白嘉琪只是荧幕情侣啦。苹果直击本土剧最正辣妈，白嘉琪下通告后，由助理开车到东区买鞋。辣妈这打扮看起来像二十几岁的妹，难怪合作两档戏的老公王建富会心动。但让他心碎的 moment 来了，白嘉琪逛完街回到市民大道住处，宝妈的前男友王建明竟然后脚跟上进入同一栋大楼。 You are my destiny。记得王建明曾跟白嘉琪在街上拥抱，也曾单独出游，但白嘉琪始终称王建明长辈，该不会进展到同居了吧？事后两人澄清住同一栋啦。娱乐动新闻，王建富别放弃希望哈，报道。